把三个都杀掉了。这个破釜沉舟了，还装什么老大？离他远点！机枪子弹的，我记得在这个橱柜的某一个地方。Oh my fucking god！ 打了多少次了，终于死了。你们无法理解我现在的心情，真的，你们肯定不能理解。我这种就是悲喜交加的感情啊。他终于死了，哼！我现在悲的就是我现在又弹尽粮绝，每一关打完都是弹尽粮绝的状态。这一关其实让他多炸一下这个盒子比较好，他每炸一个盒子呢，都会掉一些好东西。我们先捡一捡补给吧，这个关的这个地方这个地图的补给特别多。We can't forget about the girl. 妈的，都赖他好吗？看来我们走到大门啊，这关就过了。炸燃瓶。啊，这个怪其实它的弱点呢，如果你们没有玩过想玩一玩，它的弱点在头部，只要中它的头部射就可以。然后这一关我才发现，我其实我已经忘了，我们是可以暗杀的，暗杀杀那个铁头是最管用的，不用浪费子弹。我估计你们肯定是一路吐槽过来的，我们不管了，先走吧。哦，这关走不了，看来我们只能找小女孩了，看看小女孩怎么说。It's safe now. Can you find your way over? 能跳下来吗？她穿的就像一个实验体一样。妹子，来，啊，她居然碰到了我的下体，走吧。其实这个洞呢，就是给这个小女孩钻的。我们下一关的这些洞，你看她真的钻进去了，不是下一关，这里就可以钻了。下一个场景，我估计还是 Barry 和他的配合。哈哈，你别说话，让我走。我非常喜欢 Moira， 她对妹子真的非常好，虽然她是一个很叛逆的人。她力大惊人，她居然能把这个门打开。What service？ 我们出来了，我们终于出来了。That's a really cute bear. Is he your friend? Lottie's a sheep. The nice man gave her to me. What nice man? 真是好人啊。The Terra Saver. He saved me when I was little. Terra Save. I wonder if anyone from Terra Save didn't get caught.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和这些组织扯上关系。哦，变成 CG 动画了，而且好像是结局那种 CG 动画的那个画质。贴身冒着黑烟，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立在那里。直升机，他居然开直升机过来了。Oh yeah, hell yeah, overseas. 可是他要变身了。We are off this motherfucking island. 可是他要变身了。Oh my dear, 他的腿变大了。Come on, come on.
好吧。Come on！ 生化危机里面的交通工具全都。变身吧，觉醒吧，什么？我竟然是个直男！ Get out of there! My escape is death, but not this one. 这个心机婊真烦！什么？但，哇，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真是条汉子。动画里边我们的猫儿还是穿着他那身衣服。猫儿，停住。Claire, we lost the girl.大雕塔。这个就这样结束了吗？好的，我们这关结束了，也是打了一个 B 啊。已达成记录，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创世纪的第一句话。人肉炸弹，好的，我们这一关也是勉勉强强通过了，重试次数你们也看到了12次啊，不好意思给你们看这个。好的，那么我们这一关呢到此为止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视频的话呢，请不忘的点一下收藏，点一下赞，点一下硬币吧。那我们下一周继续更新，再见喽，拜拜。Moira, no, I don't believe it. There's no way she's...What the hell is that thing?